朋友们，早上好！昨天晚上被冻醒了三次哦，就是背部哦，非常非常的冷啊，就感觉就像在冰窖里面一样，背部哦。所以呢，我刚刚在网上又买了一个充气的垫哦，让厂家用顺丰给我寄过来了，可能两天就到了。我呢，现在距离阜康市的话还有100公里了，要分两天才到吧，不然我到那边的话还得再等我的那个快递哦，顺丰空运也得要两天左右吧，尽量吧。其他的我也不清楚，等以后再说吧，现在能扛的话扛一下。这个睡袋的话，现在买一个的话要2000块钱哦，太棘手了。先起床吧，外面终于出太阳了。然后把睡袋啊什么的给晾的就晾一下吧。刚刚这个灯啊又罢工了，我在身上给它捂了一下，现在勉强的给我在充电了。这个睡袋呢也放在这晒啊。我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啊，现在恢复了，就是之前我以为这个充不了电了嘛，又不充电了。可以的，能显示了哦，之前是不显示的，就是坏掉了吗？我以为好了，应该是干了哦。昨天吃剩的过油肉啊，给它加点水，再加包方便面进去就好了，就是过油肉拌面了。今天出发的晚嘞，11点多了。我那个睡袋哦，要想扛得住新疆这边的冬天哦，绝对是不可能的。到时候可能还得再买一个厚一点的吧，这个肯定是扛不住的。现在还好，还不算特别冷哦。再过1个月2个月左右，新疆这边基本上温度都是在-5度、-10度这个样子。昨天用剩的煤啊，我又带起来了，放到这个袋子里面，然后今天再捡一点吧，晚上又可以取暖了。今天的第一块煤哦，碎的也是煤啊，苍蝇腿也是肉啊，是吧？哎，今天的第 N 块了。有一块，我发现这个里面还有一块，挺大的。看看，这个里面有一块大的，哎呀，哎，这样就好了。这还有呢，哎呀。这下轻了好多了。这里是一个厦门援建的，叫厦门新村，那边写的厦门援建。这一块煤挺好啊，我想办法停下来捡一下。这个天山好漂亮啊。
这一路的煤矿啊不少，所以呢我能随便的就捡一下就能捡个十几二十斤，我这里应该差不多已经捡了15斤左右，应该有了，今天完全够烧了。在最后的捡一块啊，哎呀这块最好了，好了这块不捡了。你们说按照2块钱一斤，15斤的话我已经捡了30块钱了。富康市还有87公里哦，今天的起伏路比昨天的要多很多很多了，看来今天想骑个50公里可能有点困难了。我今天是这样打算的，骑个70公里左右，然后明天剩余的30公里就轻松一点了。这个1.5公里的下坡只是个安慰奖啊，你看前面一个大长坡在等着我。这里啊也有点像那个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一样啊，你看可以看得出来树的外面啊就是戈壁滩了，荒凉得很啊，得来全部费功夫，你看这么多的煤啊，这里肯定是之前一辆运煤的大货车倒了吧，随便捡一下够烧好久好久的，不过我今天的已经满了，不用捡了，完全足够了。接着爬坡，还有67公里哦，到富康市了。早上到现在已经骑了33公里了。这边还有一个孤独的钻井平台哦，在转动着。看到没有，前面这两块煤啊，这至少有个几百斤吧，解不了，没办法解。那边也有一块啊，216和335国道共线段起点，进入216共线段之后啊，大货车没有了，私家车也少了很多很多了。今天的露营地有着落了，信号塔。刚刚这边有两个门啊，那边有一个门是关的，然后这边有一个，我以为不能住了，我准备走了。哦，这边他有人在附近哦，不管了，先住进去再说吧。哦，不行。这么想晚上没办法睡，你看滴滴滴滴滴，这挺好，是挺好的。撤，距离这个信号塔不远的地方啊，发现这样一片废弃房，更
对面那个好哦，可惜我过不去对面哦。这里是厕所，没法住啊，里面全是厕所，没有一间是干净的。幸好我提前把煤捡好了，不然现在在这里没有煤捡了。我如果省一点的话，这里煤还是可以烧两天的。今天如果我赶夜路的话，肯定是可以到富康市区哦，可以到的，好像是还有50多公里吧。现在是5点钟了，这边大概到6点钟左右吧，温度就会下降很多很多了，所以尽快的就能早就早一点露营吧。这边啊，基本上都是油田了，要不就是煤矿。这边有个大概2-3公里吧，3公里左右的大长坡，要爬上去骑不动。这个坡终于爬上来了。这边是261国道，正好有一个支口，这个里面我不知道是干嘛的。那边我看了一下，有那个热水器啊什么的，太阳能电板，可能这个地方是有的。很大很大一块，不知道是干嘛的。这里正好是一个闸口啊，看看。正好你看这个地方可以露营啊，车子开在这儿，太好了，还可以看一下漂亮的落日岩石。正好远离国道啊，从那边开始啊，那个国道又开始大货车又多起来了，煤也有了。然后这边呢是高速公路啊，反正离高速公路稍微近一点吧，离那个国道呢稍微远一点吧，也好吧，就在这儿吧，先休息一下啊。有点累，这边都是有监控的，好多的监控哦，看看，太阳已经下山了，我呢准备把帐篷搭起来了。这个地方你看啊，后面你看，白白的那些，不知道这他们干的辛苦吗？雪山啊，在冰箱里面能不冷吗？等于说我现在是在冰箱里面一样，非常的冷啊。被冻醒了3次，所以呢我这一次再加一层这个，好吧，这个下面一层，然后这个一层，帐篷呢有一层，然后帐篷里面呢还有2层、3层吧，这样应该还好。帐篷搭起来了，这个明显温度下来了，我赶紧的把柴火炉点起来取暖。
再加点煤啊。姜蒜给它爆香。加入火腿。加入包菜。这个香味就起来喽，这个柴火炉就是柴火炉好，这一道菜就算是成功了。酱油啊，来点盐，然后把荷包蛋倒下去，好，美味即将呈现啊！开饭啦！这个黑米加糯米煮的饭，我刚刚吃了一下，味道还真挺好，哎，很香很香哦。嗯，这个黑米咬起来有点硬硬的，应该是泡的时间不够久。今天这个地方比昨天那个地方要暖和一点哦，目前来说不是特别的冷。我等一下有可能把这个炉子灭了之后，寒冷就来了。它这边冷啊，基本上都是晚上的，就凌晨的3点钟到7点钟这一段时间哦，是最冷最冷的。然后挺过去就没事了，到9点钟太阳就出来了。